的乡亲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旁边摊贩所有辛苦的工作伙伴们，你们可以看到我们魅力新山腰五环大中小老中青山下为你们带来的新舞脱水舞，让你们今天的洗澡呢，可以随着我们的舞步一起脱出去，让你们在明天的时候再次生活带来新的开始。旁边的民众呢，也可以跟在我们后面啊。如果害羞手不敢举起来没有关系，一起跟着他们后面走，跟着他们的步伐，他们的步调，一起感受一下在我们云南所留下来的脱水舞体验。体会这一种所谓的心在以及内心的一个力量。旁边的团伴呢，也可以打打招呼，一起给我们这些辛苦的青山小表演者们一个掌声哦。Thank you.
现在呢，我们姑娘回到场中间以后，刚刚呢也一起跟我们游行，一起采街，一起呢体验这个文化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喽。以及呢，刚刚正在用餐的，吃饱了以后，可以来到我们的前面。我们前面这边的热情，绝对可以让你瞬间暖起来。来，后面的朋友可以陆续来到我们舞台前方喽。旁边的朋友，所有的乡亲，所有的观众，都一起回到我们舞台前面欣赏，等一下接下来热力十足的演出吧，谢谢。